你把那裤子穿出来干嘛？刚才还给你生妹妹了，那还给你生妹妹了。你给我，那你看那边一个鸟还，你看看真的还，上面有没有看到？没有。妈呀！上面一个马蜂窝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的爸爸手指看过去，看到没有？一个黄色的。这么大你没看到啊？我看到你不看我。对啊。 我爸爸马上就死了，因为他那里有一个东西一直很大，然后上面有很多泡沫，我上学一直就在担心爸爸头衔的问题。